晨啦，係咁啊，今日好開心啊！又雖然個天氣麻麻地，咁但係我哋喺屋企咧就可以咧一齊練習啊，有啲氣氛啊。咁咧就有冇啲新同學想請問？暫時有個 Iris。Iris 係新同學係咪？嗯，好。咁啊，新同學有冇學過太極啊、養生功之類嘅嘢？未入到嚟。係。咁我哋慢慢一齊傾下嚇，咁傾下偈先。咁因為咧就阿佩華咧就有提到咧，就係話練呢一個太極咧，就會唔會係膝頭哥痛？我想聽下你成個你嘅問題係點樣樣。老師早晨。係。係咯，咁就如果練完嗰個太極拳咧，覺得右邊嗰個膝頭哥咧，你係淨係一邊嘅啫，係咪？我左邊，我覺得我好舒服嘅，坐喺即係嗰個重心喺左邊嘅時候，我都坐到好咯。Okay, 右邊咁即係你右邊係本身有受傷啦。如果你兩邊同一時間痛咧，就係因為練呢樣嘢。如果你係只係覺得一邊有唔舒服，即係話你之前可能受過傷，可能唔係好清楚，而家咧就發現咗出嚟。哦，係咪？係啦。咁你咁唔舒服嘅感覺係點樣樣嘅情況？有時有少少興咯，有時會覺得咧想下彎嗰個程度咧比左邊弱好多。嗯，咁你係練完之後個感覺啊，定係話成個禮拜都會係咁樣樣咧？嗱，琴日我練咗一陣啦，咁我發覺有乜感覺就停咗冇練啦。咁今朝瞓醒我又覺得好翻冇乜事咯。嗯，咁即係話咧係練嗰陣時如果唔小心觸碰即係觸碰到嗰個神經嘅話咧，就會有呢個問題。哦，你覺得係神經痛啦，定係骨啦，定係邊啲地方唔舒服？你可唔可以話？你可以指一指俾我睇，喺邊個位置啊？呢個位置咯。前邊，前邊定側邊？呢度。內側係咪？好。係啊。內側咧就係即係內外呢個兩個地方咧都有一個價位啦，有半月板啦側邊。咁如果內側嘅話咧係筋膜嚟嘅，主要係筋嚟嘅啫。咁所以春天咧。我哋話春天係咪要練逆筋經啊？逆筋經同埋和氣健脾。咁脾唔好嘅話，其實咧就係肝血不足嘅話，都會同咩啊筋係有關係啦。咁所以咧，就是、春天嘅脾胃啦，係同筋係好有關係嘅啊。咁啊，今次咧我哋加插咗呢個叫做有獎問答喎，大家有冇緊張啊？好開心，好興奮嚇！咁啊，但係咧，由於我哋飛躍啟德嗰邊嗰啲寫字樓咧，就好多咧就喺屋企做嘢啊，未必翻到公司係攞嗰個禮品俾大家。咁但係可以幫大家係即係記錄翻嘅。咁你知啦，側邊嗰啲口罩嘅嗰個香精扣啦，同埋冰袋啦，同埋防水嗰、那個都幾得意，係咪？都係多謝大家咁嘅支持啦，同埋係大家可以咧就宣揚開去運動對身體嘅重要性啊，即係覺得練咗之後係好嘅，同埋我哋成個過程抗疫咗800日啦，咁我哋身邊嘅所有朋友咧都好健康，咁所以呢係值得係驕傲嘅啊！咁但係驕傲咧都唔可以話太過大意嘅啊，我哋個過程咧都係要小心謹慎啊，每日咧。最好都是自己 check 下，所以咧，我哋都會係送出有成500個嗰啲嗰個測試嗰、那個即係嗰個嘢嘅。測試劑。係啊，測試劑係咪叫做測試咩？係啊，即時測試劑。啊，測試劑係啦，我哋有500個即係第一次咧就一位答中咧都送10個啦，好嘛？就唔好話一個個咁送核突啊，十個啦。好啦，咁頭先阿佩華咧，我都答咗你嗰個問題啦。咁你咧就又問啊，會唔會係全程坐喺嗰度練會好啲咧？咁我又咁講，而家你咁嘅年紀已經坐喺度，咁你到咗80歲點算啊？係咪啊？以後有排坐喎，咁所以其實咧，能夠企就唔好坐，能夠坐咧就唔好瞓。
啊，即係瞓咧，大把時間瞓嘅啫。咁所以嚟講咧，我哋盡量咧每日都要有足夠嘅時間俾自己企下啦，啊，咁啊坐下瞓下係應該係平均少少嘅，因為瞓始終係時間長。啊，咁但係有啲人咧話，哎呀，我啊瞓少啲，以後一次過瞓夠咯。的而且確嗰啲真係短命嘅，真係短命嘅啊！因為除咗短命之外咧，仲好多嘅病係纏身嘅。因為你夜晚唔瞓覺咧，肝血不足啦嚇。肝血不足嘅話，就會引起乜嘢啊？依家唔係大問題，大家可以傾嘅啫。問題嗰啲係好簡單嘅，呢啲咧係俾大家要思考嘅時候係可能咩嘅？肝藏血不足就令到邊度唔夠陽氣啊？子宮嚇？子宮？子宮？嗯，即女性。咁快就去到子宮，你真係未啊？肝藏血唔夠咧，首先咧心血就不足啦，係咪？心陽嘅不足嘅話咧，佢就令到你嘅脾胃咧就唔係好想食嘢啦。你個脾胃食嘢唔好嘅時候咧，咁你嘅精氣咧就唔夠足啦。你精氣唔足嘅時候咧，個人咧就冇乜新氣啦，係咪？你睇下我哋阿傑梅幾好新氣，企喺嗰度都要啊，係咁都定唔到。呢個係春天咧，大家有嗰種咧向外開始咧準備發嘅呢個感覺，係咪啊？呢個春天同秋天咧兩個都係容易發病嘅喎。點解啊？一個係裏邊嘅熱氣向外發，另外秋天咧就係外邊嘅陽氣咧向內收，你裏邊嘅熱量咧同埋你嘅正負能量咧係唔平衡嘅時候，咁所以呢個時候好容易外感啦，或者係內熱啦，咁所以嚟講咧，我哋嘅呢個要多了解呢個我哋自己嘅身體機能。好啦，我哋又開始練功啦喎，拉下筋先咧，好唔好啊？嗯。和胃健脾先嚇，好坐低嘅先，坐住嘅跟住起翻身嘅。先頂腳趾，上下對拉，轉頭向右，踩實咗，我哋右手起，頂腳趾，四，把手打開，調翻轉，左手，右手起，六，轉頭，踩咗落去之後，轉手，盡量向上升。
冇錯啦。第二次一樣嘅動作，上下，放鬆，再頂住支，升高佢，四，放鬆落嚟，再嚟，起，六，放鬆。打開手，把腳合翻埋嚟，左手起180度，由8點鐘到10點鐘，到2點鐘啊，踩實咗，起上下對拉，四，我再由4點鐘去到2點鐘。上下手對拉，轉頭望向4點鐘，踩實上下。雖然坐喺嗰度，即上下齊齊喐喎，係咪？而且腦係好清楚嘅。我嘅手旋臂嘅時候，要旋到足啦。轉腰又係啦，轉向後邊，踩實咗。對拉嘅時候，上下嘅對拉又要做足啦。手心向天行，踩，仰，好，又係把腳去翻膊頭，再闊啲都冇緊要。因為我哋企起身嘅時候係扎馬步嚟嘅，頂住支，吸氣向上，去到天突。上次有網友話小周天喎，咁小周天喺邊度咧？首先我哋做緊嘅呢樣嘢，按摩前面呢個叫任脈，任後邊篤。呢兩樣咧就已經係小周天啦。如果係大周天咧，就要加埋頭、身、四肢。三，冇錯啦。做得好好。嗱，思想一亂咗咧，我哋講話身緣意馬。一諗咗第二度咧，就會忘記咗呢個自己做緊乜噶啦。所以我哋經常嘅忘記啲事情咧，就係我哋嘅神咧就唔夠準。我兩手打開，頂腳尖，我慢慢沉肩住走之後，把背脊拱起，好似貓拱起個背脊，再打開咗去。松，坐穩。上次有講神門同太淵，少雙雙陽雙節向上撐到最高。阿榮個手冇做到啊，呢個手係散嘅。起的時候，兩個手指戚起，手腕向上拎，
拍腳，你都要呼踩。翹腳趾，向後邊呼氣，拍打我哋嘅腎元穴，係打開，係四五，嗯，摸摸自己嘅肚嘅啫，係唔係隔空打牛啊？一定要摸住啊，係冇錯，就打開佢，開合。令到我哋嘅身體完全由個心嗰度，背脊、夾脊、身前邊嘅膻中打開，手小拇指在上旋转一圈，合手，心口那里向上挺胸，放松，四，好，打开手，旋转手臂，好，回到中间，向下，再向后勾肩向上，七，来，坐后。我自己的膝頭哥開始慢慢暖很多了喎，係咪啊？初初都唔覺得佢有冇暖，唔會啊，都唔會凍噶。但係原來做咗之後，其他嘅可能熱過佢喎。咁你會知道哦，原來咧我哋身上邊嘅温度咧，即係好似太陽一樣，照嘅地方照唔到嘅地方，咁係冇咁暖啦，係咪？所以我哋要用意念把個氣咧。熱的氣就推下去比較凍的地方，好了，那麼剛才呢就一路練的時候呢，我就又解答了上次大家留言呢，就說小周天是什麼來的，那我就剛才呢提了一下，那大家有沒有聽到我說小周天是什麼來的，聽不聽到啊？聽到說啊，可以舉手說啊，是啊，看看說得對不對，舉手就說，不要只是忘記了，好不好？是啦，家寶，你說吧。剛才提到任脈，任脈。任脈是由下至上，還是由上至下？任脈。由上至下，還是由下至上啊？如果從這裡開始看上去，從這裡開始，從這裡，就是在這裡慢慢慢慢，就是理解得不清楚的時候就有思考了，那我們又由這個叫陰陽那裡說起了，陰是上還是下，地是陰是下，下是不是，那就很簡單，地氣就向上，心火就向下，亦即係話咧，呢個位置咧，由呢個位置起去到嚟底啊，然之後咧，我哋嘅嗰個督脈咧，都係由我哋嘅肚臍後邊命門嗰度上翻嚟，去到我哋嘅嚟底，即係上邊上腭嗰個位置咧，合埋呢個位置就叫督脈啊，上升，即係呢個係一個循環，佢就冇話係由上至下。咁啊，全部呢條咧就叫任脈，後邊呢度咧係督脈，佢係一個循環嘅。所以我哋每一次咧，要先由呢一個腹部一合埋陰陽合埋咗之後，我哋先至去做呢、這、一個，即係正負能量一齊喐嘅時候，即係太極啊一齊喐嘅時候咧，佢先產生咗個效果。
啊，咁呢個小周天就係咁啦。咁頭先我哋頭先練下練下，咪覺得個腳嘅即係暖嘅感覺就唔夠手咁快啊？係咪？係啊，係手心暖先。嗯，咁點解手心暖啊？嚟到心近啊！嚟個心近，唉，咁手心係咩穴位啊？勞宮穴。勞宮穴非常好喎、啊，好叻啊嚇！咁勞宮穴其實係佢嘅根源喺邊度啊？心心嘅外邊包住嗰個叫心包。佢唔係連嘅，心咧就係蹦蹦，就係嗰個蹦蹦蹦嗰個心，而心包咧就把六即係啲血管咧就係喺心包上邊，由心包穴咧去輸俾我哋全身其他地方，所以佢呢個血流得係最快嘅，所以我哋係抽血啊乜嘢都喺呢個中間呢個位置，咁中間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叫心包穴啊，一路去到我哋嘅中指。的位置叫中通穴。好啦，頭先我哋練咗坐低嘅，咁我哋起身咧就再練一次和胃健脾功，好嗎？嗯。手臂的時候，首先要上小拇指，因為那裡是心經，它由我們的旮旯底這裡一路去到小拇指尾，所以經常這樣打開呢，也會知道氣有沒有滯住在旮旯底。大家有按摩的話，它會說你的淋巴會有一點腫，那麼淋巴是什麼呢？其實就是我們說的三焦穴了，
三招咧有好多嘅戲機啊、網絡啊，所以我哋喺呢啲地方唔好俾啲氣咧滯喺嗰度，一定要俾佢咧係循環，仲要係咩啊？無端嘅循環。廣東話好得意嘅，無端端係無端端嘅，即係唔知喺邊度開始喎，係咪啊？係上下腹，因為佢係循環，所以咧起點就係我哋嘅肚臍呢個位置啦。以前喺呢個右腳開咗腳大步少少，兩手。按下去，一路把意念去到腳板底添，蹲佢，提高，重心收腳翻嚟，按下去，開步，呼氣，慢慢呼落去腳板底，佢一伸，如果有膝頭哥不舒服的朋友就一定要留意了，特別是下去那下我們要怎樣，一定要把那道氣鬆鬆鬆鬆通過你的膝頭哥，這一下就是你幫他真真正正的按摩了，因為在我們的筋膜呢是在你的皮膚肉的裡面，是不是所以很深層的地方一定是要用靠我們的能量，兩手打開，把右腳去到左腳後邊，坐正，踎低落去，笑雙雙陽雙節，力起去到最高的位置收回來，插步之後你要把你的身體轉正，所以這個動作我們叫做盤根步，也不是說我們平時做那個叫協步，協步好像協一協這樣，美女是歪的，我們盤根步要把它正回來，沒錯，起，由於我們的網絡大家的時間都會有少少偏差的，所以不要緊，大家繼續做就可以了，會突然間有些會停下或者慢一點，不要緊，踩實了，拍了腳，踩實了腳，拍了腳，踩實，踩，有聲沒有，踩，有些氣氛，不用整個氣氛，其實呢，中西文化的分別呢，就是一個是有氣氛，一個呢，就是要自己，其實真真正正練功的話呢，是要自己，但是大家一起練，有大家一起練的好處，就有一個互相的督促，大家呢可以分享自己的心得，按下去之後左腳向前踩實了，吸呼，呼氣的身體就沒有亂動，我踩定了，我的身體不要亂動了，呼氣，是Lily，你找不到你那個叫腎月月在哪裡，是不是，腎月月在這個位置，你的腎，是不是，所以不用太大力的，所以配合個呼氣，而且自己咧先至知道自己嘅感受。係。
天后边咧，个心口又向上顶。坐後的時候，我看到阿佩華你就不太很留意你自己怎麼坐的了。嗯，一吞後就算吧，吞後要想這個腹部收好了，把到氣鬆下去，是不是？過程真的要想的喎。即是你的身體就好像個 BB，你而家咧唔係好識佢，你需要重新認識佢嘅時候，要小心嘅呵護，每一下都係。所以好多人突然間話想鍛鍊身體，哇！你嘅身體幫你呢樣嗰樣，你諗住你去鍛鍊佢咩？你個腦話俾你聽，你要咁樣，你要同我行一萬步，喂，佢真係唔得嘅喎，佢行完嗰一萬步之後。腳又起泡啦，膝頭骨又痛啦，係咪？有好多嘢發生，咁點解咧？佢係同你話俾你聽，我唔掂，你唔好咁樣嚟折磨我啦，係咪？咁但係咧，咁你話，唔係喎，你唔行咁多唔掂嘅喎，你會肥，你會唔喐嘅話，啲魚會慢慢慢慢老化嘅喎。咁喺呢個過程咪係要大家去傾咯，係咪啊？即係大家即係自己咧，同自己嘅身體傾偈啦。嗱，我啊唔好行一萬步啦，咁啊行八千得唔得啊？行五千咧，咁你慢慢又感受哦。我原來我行五千嘅時候個感受好好多喎。咁但係你行咗一段時間之後又係五千，好輕鬆咁可以加少少。但係咪一路加一路加先至話之好咧？唔一定，咁其實永遠咧由高就由低，去到一定嘅時候，又要翻翻嚟原本嘅位置啦。咁所以咧，點解話一個禮拜七日有一日係休息咧？係咪啊？你可以話啊，一個禮拜休息一日嘅話，我去一個禮拜咧有一次嘅大運動量。咁平日咧就有啲中運動量，有啲時候係細運動量。你要自己咧抹翻低，哦，我如果咁樣嘅一個禮拜，我生活翻過嚟嘅時候，我覺得我自己舒唔舒服？如果我係每一日都係咁大運動量嘅，嚇你去做奧運冠軍啦，係咪？奧運冠軍都係嗰幾年嘅時間嘅啫，你嘅身體要配合你一世喎，咁點啊？你一定係要預常，可以預常講呢個預常，其實個太極嘅變化，正係喺呢個黑白之間嘅變化，佢有陰有陽，去到最熱嘅時候，佢開始咧就會係開始涼噶啦。涼到最陰，陰到最陰嘅時候，佢又開始熱噶啦。咁所以嚟講咧，喺呢個過程之中，我要感受佢嘅變化，好冇？咁阿 Wing 咧就感冒好翻啦。一個禮拜啊，最後生你啊，成班人之中得你一個人感冒，咁點解啊？梗係自己啊，唔係好清晰啦，同埋每一日唔能夠如常啦，係咪？我哋呢個如常好重要。前兩日又有一個網友咧，就同我講話我咧都係好如常噶啦。如常咩咧？如常嘅就係朝早食早餐啦，咪四五點就起身啦，跟住咧就把啲狗狗貓貓啊搞掂咗之後咧，就自己食早餐啦。咁自己食埋早餐之後咧，就會屙幾次啦。屙完幾次之後咧，佢即係先出街又去買啲嘢啦，翻到嚟咧覺得冇曬力啦已經，咁一日就咁過啦。咁後邊先第一佢有糖尿病啦嚇，第二咧就係佢覺得食咗藥之後，佢嘅血糖係冇高嘅。咁但係佢食完之後，食所有嘅嘢之後，都唔夠一個鐘就去屙咗佢嘅。咁即係話你嘅甲狀腺同埋你所有嘅消化就係太快咯，係咪？你太快，即係話你好似去旅行咁樣，你好快行一條街，哇！你睇得清楚入邊係啲咩咩？睇唔清楚，即係話我哋嘅能量俾我哋嘅五臟都要有少少吸收嘅時間啊嘛。如果一啲吸收嘅時間都冇，你入到去啱啱聞到道味就咳，就已經係走咗，即係咁。所以久而久之咧，變咗自己咧食嘢都冇味道。佢話我都冇人生樂趣。我話你食完就屙，你梗係冇人生樂趣啦，都冇心氣就不足咯喎，神精又不足。一個人
神蒸足的時候咧，佢就會係有好多嘅想法，係咪？咁啊，但係咧，過分嘅想得太多咧，慾望太重咧，就會係傷身啦。咁所以一定咧，就係喺呢一個過程之中咧，我哋去慢慢慢慢去體會。好啦，我哋練咗鑊位劍皮功三四個禮拜咯喎，大家有咩感受啊？可唔可以同我講下？師傅。我想問一問，我練咗，即係我唔係常日都練啦，但好似練過程或者練完之後咧，我會覺得我會有啲胃氣反出嚟，同埋會知道個胃入，即係幾緊張。啊，你即係仲有胃氣嘅話，就更加要真係要自己要按下摩啦，即係呢個就係自己按摩，係咪？有胃氣，咁你諗下入即係啲氣。有胃即係唔得通暢，佢先係谷住啫。啊，當你一按摩咗之後，佢向咗下係最好嘅。有啲係去唔到下嘅，向上嘅，即係打壓啦，係咪？咁但係咧，應該嚟講就向下走啦，放屁啊就最好。但係如果你嘅陰陽係係平衡嘅話咧，基本上又唔會有呢啲咁嘅放屁嘅情況嘅。因為你是啱啱好嘛，你當然是多了佢先至係谷住，先至係要走啫嚇。咁所以大家你不停的呢一世咧，你的身體陪你一起走過呢一生。咁每一日咧，你都同佢傾下偈啦，你要感受一下，冇問題嘅。好，今日呢位是新同學，係咪啊？新同學，冇夏女嚟㗎。夏女嚟㗎，哦，夏女好耐冇見你啊嚇。你今日唔去，你好早就去行山喎，好犀利喎你！哇，六點鐘上到山頂啊，又冇纜車，你係即係登山上去嘅喎。行路啊！行路，你行上去幾耐啊？上到去再行嘅七個字啦。七個字啊！你真係犀利啦！你點樣保養你啲筋骨啊？我同同學分享下。練養身骨。我都好打嘅。掌一、掌二、掌三、三號，同埋做呢個益氣養成。冇錯啦，雖然佢又冇翻學，但係以前係我哋嘅第一屆嘅優秀學員嚟嘅，亦係優秀老師嚟嘅，幫咗好多婆婆係咪？後邊要翻屋企係照顧啲老人家先至係冇翻學。咁但係原來除咗自己去行山之外，都有練養身功嘅，係咪？所以係啦，咁所以有啲咧就好一係就唔運動，一運動咧就去行一萬步嗰啲咧，我哋真係要同大家提醒一下，你嘅身體係咪真係適合咧嚇？真係要自己了解一下啦。有啲人話：，我自己一個人唔得啊，要同大家一齊去。咁大家一齊，人哋行慣咗嘅，你未行慣嘅，咁你點樣去陪人哋要同你去咧嚇？人哋同你去嘅時候。即係你又拖慢咗好多，咁所以你係要一步步慢啲，慢啲，慢啲，慢啲。咁亦即係話我哋養生功，你初初係練十分鐘都覺得哎呀冇乜時間嘅，到後邊你練半個鐘頭你都覺得好好嘅，咁你先至係開始練一個鐘，跟住先係練兩個鐘，係咪啊？好，喺呢個仲有少少時間，咁咧就頭先我哋都提咗我哋。這個和慧劍皮功呢就有兩套的，第一套呢我們都可以坐在這裡，可以再跟大家講一講這個第一套。第一套呢的內容很好的，它第一個呢就是點按這個內關，內關是我們的三個手指，這個位置三個手指一碰到之後呢，大拇指一合起來這個位置就是內關，這個位置。咁個內關穴咧係邊個穴位咧？係我哋頭先講中間呢個叫心包經，係咪？咁啊，心包經頭先同大家温習一下啦。心包經呢一個血氣旺盛嘅時候係對咩有好處啊？脾胃咯，係咪啊？所以養脾健脾嘅話咧，我哋要呢個位置要按摩啊！咁按摩嘅時候係翹腳趾同埋踩腳趾，我哋翹腳趾嗰下咧就係放鬆嘅，踩落去嗰下咧就會係撳落去嘅。咁所以第一套嘅呢一個和慧劍皮功咧係好適合啲年紀大嘅同
即係朋友連嘅，咁坐喺嗰度咧就可以做嘅啊。咁我哋翹腳趾撳落去嘅話咧，仲需要點啊？求齒同埋現津兩個動作。因為我講嘢，我就未必做到呢個求齒，係咪？所以大家係扣齒的時候，同一時間撳呢個手的內關穴，踩落去只腳，然之後我哋翹腳趾的時候是放鬆，呢個都是放鬆的，你一踩落去扣齒，吸氣的時候是咪有口水啊？有口水的時候你就可以吞落去啦。吞落去的時候，我哋再深就發。有很多的酶素啦，啊，我們的消化酶啦，啊，有很多的，即是那個電解啦，咁都是在這個口水度。咁第一式咧就是左右做按關穴的點按，啊，第二個動作咧就是這個叫做摘星門口，一個手掂住你的命門，嗯，輕輕掂住得啦。啊，你的意念即是話俾你聽，意念由呢度一收緊呢個位置起。向上一提，左手右手都得啊！你同我同邊就得噶啦，你同我同呢個方向最好係係啦。好，你嘅右手起向上，向上舉到天嘅時候咧，誒勾尖向下，個手指執埋個勾，係啦。好，然之後咧散開嘅時候，我哋當我哋一勾嘅時候，你覺得邊度拎起咗啊？我哋頭先講嘅圓穴啦，係咪啊？圓穴手上邊係有三條陽經脈，三條陰經脈喎。咁呢個外邊呢度係陽經脈定陰經脈啊？記唔記得啊？係啦，啱啦。好，我哋由後邊誒轉手去到後邊，呼氣向下，呢個係右手，左手提起一樣嘅。一提提到呢度係心口，係咪氣同埋身？就係話我哋食咗嘢之後咧，佢要變血嘅時候咧，咁其實係要我哋嘅精氣去化解嘅。所以好多人食補藥咧，食過分嘅話咧，反而傷身喎。明唔明點解啊？因為始終我哋食任何嘢咧，都需要我哋嘅精去化解嘅。精就係 gas 一樣，車嘅 gas 係我哋嘅。先天之氣，後天空氣同埋食物三樣嘢化為我哋嘅精神。OK， 好呢個第二式，咁啊第三式係霸王舉鼎。霸王舉鼎咧，同之前我哋嘅動作好相似啦。手打開，只腳打開啦，啊上下一打開，咁就已經係完成咗噶啦。當我哋推按嘅時候，雖然要用力，但係你見我嘅手咧。都唔會點啊！啲關節會唔會咁嘅？唔會挺直嘅。當你一挺直，你覺唔覺得好似把鎖一樣鎖住咗自己啊？係啦，咁但係我向下按，我啲關節位我都係鬆嘅喎。我呢個位置去張開，上下去對拉啫喎。我並不是叫你噔咁樣挺直喎，一挺直就鎖住。咗啦，嗰啲氣咧就嗱，當我哋一拉開，一放再一次放鬆嘅時候，你係咪覺得關節裏邊產生一啲嘅熱量啊？有冇感覺啊？如果你係咁樣挺直咗之後，你感受一下，挺直咗之後，咁你一放鬆，你係暖嘅。但係我哋咁樣去每一個節係鬆嘅時候，當你一放鬆，你又係。順住佢嘅軌跡去放鬆，你睇下啲氣血係唔係順住你啲五個手指落去啊？係喎，係喎，係啦。我哋最好就係練嘅時候要用個思想去跟住咧，我哋嘅心去體會，係咪啊？體會先至有感動嘅。啊，體係身體，會係咩咧？思同埋想一齊加埋，我哋先至。感受得深刻。好，咁啊，第三、第四個咧，呢個好重要。咁啊，喺第二套嗰度咧，我哋大家一齊練習咧就比較好睇啊，一齊。咁呢個咧練功就比較好。翹腳趾嘅時候，大動作啲去到
呢度，呼氣向下踩落去，吸氣向上，呼氣向下。嗱，係咪捉得動？即係呢個範圍係大好多啊？係啦，咁其實呢一橛咧，係咪全部都係叫做中焦啊？冇錯啦，啊，咁我哋了解下，下次咧我會同大家咧，再多啲時間去練習嘅。嗱，呢度咧嚇，仲有呢一個按啦，順時針由細至大咁樣去按啦。你睇下我嘅手咧，摸下摸下就闊啲咯喎，係咪啊？再大啲啦，個個圈圈。啊！但係我哋做嘅時候，每一次人向上嘅時候，會係吸氣定呼氣啊？冇錯啦！當你呼氣嘅時候，有口水吞埋落去。好，我哋順住一個方向之後咧，調翻轉一個方向，由大圈呼，慢慢慢慢就要把佢收翻細咯喎，係咪啊？收翻細，係啦，咁樣。搓下搓下，你個肚係咪都暖咗啊？啊，又開始覺得，唔係個，又唔知佢凍定係熱，但係你搓下搓下，覺得啊，即係原來都仲係涼涼地喎，唔算係真係熱嘅喎。啊，但係咧，搓下搓下真係慢慢慢慢熱啦，就係咁嘅感受。OK， 咁我哋人嘅一生咧，由小朋友一歲到十歲咧，到十零歲嗰陣時，生長嘅過程。啊，到咗三十歲之後咧。其實是走緊一個下坡嘅，咁好多人唔覺得喎，仲係我仲係好犀利，但係去咗三四十歲呢個係頂峰之後，唰一下就會落翻嚟嘅，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就要大家就要具備位，因為二三十歲賺咗錢啦，揾咗錢啦，梗係去食好嘢啦，係咪？啊咁，但係代謝咧都會慢咗嘅咯喎，開始慢嘅時候咧，我哋就要相應嘅收放要識得自如。前得 ，OK， 大家分享，嚟開步，個肩嘅位置十點兩點，然之後個踭揾翻個肩，咁亦即係自己嘅膊頭嘅位置啦。好，意念由頭頂一路向下放鬆。去到胸放鬆，尾腿放鬆，去到大髀放鬆，小腿放鬆，去到腳板底，好，腳板底一蹬，兩手向前，去到腹部嘅時候，腰向後，手心係相對，好，肩向下沉。手撐，放下，聚，沉肩聚肘，收腹，重心移去你的右邊，開，大拇指啱啱好係我哋嘅運穴，合嘅時候踩實你的左腳，合，兩手手心向外向遠推出去嘅同時，開步。推的那隻腳開，實的不要亂動，踩下去之後頸鬆，尾裡緊一蹬去到你的右，好，收回我們的左腳，開，合，重心在你的右邊，兩手推向前，手不要太窄啊，開不過肩，合咧就要窄不過面。打開咯，呢個時候阿君嘅手應該打開嘅，打開，係合，開，重心移動啦，手心指尖，好推。推你應該是你的右腳，你的右腳，蹬，打開手咪得咯，兩個手打開，你的手仲係彎嘅喎 ，wing， 手打開，係啦，好，把我哋嘅左手揾翻右邊，你哋嘅兩點鐘嘅位置，收翻你的左腳，
我一走出翻左腳向住你哋嘅十點鐘，美女打嘅跟到去你嘅腳踭嗰個位置。好，其實咧應該斜斜地角就得啦。阿鳳啊，你唔好去到九十度，喺九十度咧你敢望我，你喺呢度咧個眼瞄下我都得啦，係咪？係啦，冇錯。好，把我哋嘅左手起屈。走按掌出腳，三樣嘢同時做好曬。我踩落去嘅時候，仲要感受一下你嘅手踭同你嘅膝頭哥係相對嘅，蹬佢，係好起按開胯踩好咗，蹬。我做埋呢一個伸手攬著尾咯喎，切你嘅右腳捋向下，手伸向上，切步嗱向你哋嘅左邊轉，要留意你哋嘅右手有冇留意呢？啊一轉轉啊，咁就過咗噶啦嚇。好踩實咗跟。好，向翻你嘅右边按推，好，右手向前，捋向后，手其实手依然系同你嘅脚系对好嘅，踩实两手一翻，后腿蹬向前，切步。踩實咗，蹬，冇錯。好，我哋再做一次上步打掌，左手伸，切右腳捋，翻掌踩好，後腿蹬，切步。踩實咗，蹬，坐後獨立，係坐後獨立，好原地做一做獨立，踩實咗獨立，好。我哋做一做運手，係左手起向你嘅左邊移。嗱，唔好急喎。當你移好咗嘅時候咧，你嘅手上下相對咗啦，先至係轉下手。係，當你下手經過肚臍啦，收腳翻嚟，上下手。睇下三股力喎。頭先我哋講先天、後天。同埋一個自然，係咪啊？咁呢個都係啦，上下，仲有一個平衡嘅力，轉，OK， 好，我哋開步左上下手，二，轉腰收腳翻，收腳過嚟，上下。重心在你的右邊開左腳，是上下平移收腳，好穿梭，左手是下，右手是上，重心在你的左腳，踩實前腳的時候，後面都仲是重實過前，是不是配實很分明了，前面的手擋住人哋。旋手臂的時候，推開人，推開人的同時，我推開人咧，並不是在呢度作狀咧，你要感受有一個人喺呢度，你推開人係咩感覺啊？好啦，我哋嘅左手起，右手起，一起一落，同埋你嘅腳係咪三樣嘢去做啊？係踩實之後推掌翻掌。是啦，好像不是很注重的形，是不是？
注重嘅，呢度一擋住人哋一打，冇錯啦，呢個係隔粒底，係隔粒底轉腰都可以，有好多方法，係咪啊？你轉腰，你再要點樣轉腰？你呢個手咧，我點樣轉？我呢個手上下都應該係相對嘅。如果是過了的話，你這個位置會扭住了，感受一下，一定不可以扭得太厲害，是不是？好，坐後，起，分腳，落腳，自己找回位置，因為我要退後，大家如果前面有位的，可以繼續在前面，我可以退後一點，又可以原地定住一、二、三，好，落腳踩實咗，起，一、二、三，非常好，再嚟，起，定住一、二、三，最後一次，定住一、二。三，好，坐向我哋嘅左腳，拍右腳往前，一、二、三、四、五、六，重心喺你嘅右腳，坐定定，準備拍左腳啊，一、二、三、四。六，非常好啊！踩實你的左邊外擺鏈，預備，一，再預備，二，三，四，五。右腳，預備，一、二、三、四、五、六，非常叻啊！做得好好，好，咁我哋上次咧去到。再除喎，係咪啊？去到再除，咁大家試一次。我係咁以提一提大家，我會做少少，因為某啲地方咧，如果我同你反轉咧，你會唔明㗎啦。咁所以嚟講咧，我前邊會盡量帶住大家，去到第二段尾嘅時候，盡量係睇大家自己做。啊，我會提，預備，準備好啊。開步在你的十點鐘，起，落，中線，去到你的右腳上左步，後腿蹬，前腿坐向後，扣向你們的右邊，上步打。好，開合手，正前方，踩實喺右腳，彈變。好，起，走，按掌提掌，推，正前方，提開後。好，今次咧，我哋要轉向九點鐘嘅位置，扭推，手揮琵琶，進步搬攔除，切步如風馳蹄，開合手。
重心喺你嘅左攬著你打，撤步捋，上步擠，撤步打，開合，踩實咗，分。扣我哋嘅右腳肘底汗垂，撤步。我向你哋嘅六點鐘上步打，坐後向十二點鐘上步打。十二點鐘喎，剩翻嚟啦喎，再向你哋嘅九點鐘打。女，阿邊個？你應該調轉，你打嘅係反嘅，阿夏女。係我係啦，我係反係啦，你應該係打，係冇錯。咁樣你咪舒服咯，轉正，係開合，開你嘅右腳，蹬腿咪單邊咯，單邊之後收翻你嘅右腳。就向住你哋嘅右邊暈手三次，係咪？一上下手，踩上喺你嘅左腳，轉腰開步，上下留意自己收腳或者開腳嘅時候，個重心腳咧係唔亂喐嘅，係開步第三個啦喎。好，重心去到你的右腳的時候，左腳呢只是墊住的啫。我踩實了之後，你的右腳要向後的，你的右腳要向後，看不到我的了。我現在回來了，去到你的右邊，沒錯。好，對住四點鐘，對住你們的四點鐘，合抱，合抱，分左腳。然之後分右腳，然之後穿左掌，左係右手向前下追捶，轉身扣左腳，擺右腳，上左腳，係啦，上次係去到呢度，上次去到呢度係咪啊？哇，花姐勁喎，轉身你都轉到喎，不過你的肚腩真係幾勁，要真係練多啲和胃健脾功，同埋咧嚇向上拉多啲咯。唔係啊，呢排練咗和胃健脾功，佢兩次廁所一日啦。嚇！你食太多，以前好多垃圾喺入邊，快啲屙咗出嚟先。哎呀！即係運者睇游唔多游水，唉、哎，我去游咗水幾年啦，好似好遠啦，好多嘢係要接受嘅，所以我哋練呢個功咪最好咯。你冇得游水，你咪喺呢度自己游咯。嗱，一二三四，咁都係游水啊！一二三四係咪游水啊？其實好多嘢咧就係可以自己去改變嘅，一定要由心啊！你要想呢樣嘢唔得，我咪做依樣咯，係咪啊？好，係。咁啊，頭先我哋都係做咗一次，因為大家的程度唔一樣，咁冇辦法，我哋按照翻呢一個叫做大家嘅一齊嘅嗰個即係差唔多嘅嗰個程度過嚟啊。咁上次咧，我哋去到呢個咧就係拍腳嘅咯喎，係咪啊？係咪去到拍腳啊？轉身蹬腿都做咗啦。咁我哋做多兩次，面向鏡頭做好唔好？面向鏡頭即係話喺開始咧，要屁股對住我喎，係咪啊？你哋嘅左腳喺前，左腳喺前，屁股對住我，係。好。係啦，屁股對住我，就左腳喺前啊！轉身扣左擺右，係一踩實咗之後，要向前。向前啱啦，咁啊踩實你嘅右左邊啦喎，上一步
你呢下咧要對住我啦，花姐，你唔好再背背住，你由背面咪轉咗過嚟咯。好，起你嘅左腳。起左腳。係啊，起左腳你要對住我，你唔好側面，你對住我啦，起咗。起咗，呢個手喺呢度，左手都係收埋，右腳拍腳。右腳拍腳。冇錯啦，向前邊拍，冇咁樣拍，向前邊。對住個鏡頭，哦，呢只壞鑊腳啊，好痛啊！係，伸出去之後啊，然之後拉，好似拉住人哋咁樣拉落嚟，但係唔好縮埋你個肚喎。嗱，呢個時候我就中意講阿家寶啦，一縮落上嚟呢度，因為咧你捉住人哋咧一拉，去到你嘅腹前夠啦，你再拉得埋咧，人哋擁埋你噶啦，係咪？係喺呢度夠啦。不遠不近，係擺你嘅左腳合，係準備踢右腳咯喎，起，好啦，交叉腳之後，向你嘅六點鐘，你嘅右手轉，係啦，一樣係面向住我哋嘅鏡頭，蹬腿，係落腳之後。村長，你的右手踩實了左手，是手在這裡。 Helen 手如果是細部的話，我們的手在後面這裡就可以了。是上下一邊拳頭打出，好，兩手分開，按推，Yes， 個手係啦，唔好太闊啊，一定係你自己嘅心，你嘅膊頭嘅位置啊，太闊嘅話，你點推到人呢？嗯，係，我哋再做多一次，都係呢個方向啊。先屁股對住我，你哋嘅左腳喺前，好，左腳一扣一擺，右腳踩實咗之後，左腳繼續向前踩實咗之後，一。二準備跳起，掹落嚟，收腳，擺前，向你哋嘅左邊合抱，踩實咗喺左邊啦喎，好，踢右腳，轉，蹬。走穿，系啦，上步穿，系按打，好，切步按推，系咪我错咗咧？我谂方向错咗啊！相反咗啊！我反咗系咪？你打正面啊！我打咗正面啊！但是拍腳的時候是係咩嘅喎？拍腳之後應該是向呢邊反，向呢邊反就啱啦，係啦。我拍腳嗰陣時係啱嘅，係咪？拍腳嗰陣時係反噶嘛？嚇？我定係兩邊都可以。係，就因為我試下做呢度，試下做嗰度，跟住就已經唔記得咗啦。但我因為我望住嗰啲識打嘅咧，我就知道我錯咗啦。OK， 我哋再嚟多次，我依然係做反嘅嚇。好，你哋嘅左腳喺前，轉身過嚟，擺上步。一、二，收翻咗，就拍右，啱啦嘛呢度。好，落腳之後呢，是向你們的，沒錯啦，擺回前面腳，合手，起，轉，踩實在你的左，手很縮啊 Queenie 啊，手很縮，沒錯啦。好，村長，左在前，村長右在前，上步右，
打拳頭、立拳，兩手分開，按、推，係 ，OK， 兩個手平嘅，阿鳳，兩個手打平佢，你唔好上下打，打平，係，好，今次係啱噶啦嚇，咁但係大家咧都係要留意，特別新同學。一緊張咧就變形，我哋講變形咧就係話個波波本身係咁樣樣嘅，突然間就一緊張咧就會係咁樣縮住咗啦。啊，縮住，擺住喺呢度。我哋一開始點解我每一次我先係做呢個動作咧？因為喺成套嘅宣式太極拳入邊咧，都貫穿呢個動作，係咪啊？包括頭先我哋做呢一個分腿，係咪都係啊？嗯，冇錯啦。嗱，我分完之後，你睇下我個手心都係向住呢度嘅喎。阿Queenie，你睇下你嘅手就已經係咁啦。你嘅手心已經係向咗外邊啦。手心應該喺呢度 ，yes， 係咪？好啦，阿葉梅，你而家你個腰咪扭住啦。你睇下你個腰係咪扭住？你做蹬腿啊，分腿。嗯。係，走，係，定住你個手分，你係啦，你要面向我哋啊嘛，你面向嗰邊睇唔到你啊，係啦，好，推，嗯，係非常靚嘅嚇，踩實咗，走，嗯，係呢兩下就有啲撈勺啦，啊，呢兩下我講嘅撈勺嘅意思咧，行咁啊，即係嗰個手咧。冇話真係個感受係同人哋穿咗個手喺前邊咯。你尋日有上呢個叫做詠春堂係咪啊？好多時候你會見到個手咧，一定係隔擋，即係唔會話你睇下佢個詠春，佢咪都有三拍掌啊，都要三盤掌啊，係咪啊？都係黐住呢個位置過嘅，黐住你嘅中線咁樣過啊。收住腹啊，花姐，記住啊，每一下都係收住噶，OK？ 好啦，我哋前面咧就已經係三段噶咯喎，去到呢一度。好，咁我哋再由呢一個叫高彈馬，用你哋平時個方向喎，啊，平時嘅方向。好啦，咁我先背住你先。嗱，咁樣你哋方向係兩點鐘，踩實喺右腳，跟住一坐後踩到你嘅左腳，屁股要對正，阿華你就屁，你嘅膝頭哥就唔會痛啦。好，前步，收住腹，再坐喺你嘅右腳，係一轉去你哋四點鐘，一、二呢度唔好睇我啦，娟邊有唔使睇我啊？你識做啦嘛，合，好分四點向三點穿掌。三點穿掌，然之後左腳向前，三點啊，係你嘅窗嗰邊係三點，冇錯啦。走，扣你哋嘅左腳，擺右腳，係上左腳，開始準備拍右腳，一、二、拍，落腳之後，預備，擺右腳，合手，分左腳。轉身右邊踩實咗，蹬你嘅右腳，係一路向九點鐘方向，一、二、三，切步按掌。你嘅左腳向後，你嘅左腳向後，依下我都係同你哋一樣嘅方向。係。我咪話呢一段我冇辦法同你背脊嘅，係啦，係冇錯冇錯，因為打橫嘅時候我同你反方向冇必要嘅，我一定係背脊同你做。如果我係想同你，你係想睇我正面咧，我哋咁樣已經睇咗正面嘅啦嘛。所以正面如果識做咗之後咧，只係把方向變嘅啫，明唔明白？嗱，唔明白嘅可以提出啊，因為明白嘅有一部分人噶啦，我知道。嗱，你哋唔明白嗰啲唔好怕醜啊，一定要舉手講邊度有問題，得唔得？
有冇問題？老師，我想問啊，我只腳咧好鬼攣咧，唔直嘅，係咪都唔好理佢？即係總之做咗動作先，慢慢自己。你邊個地方攣啊？我睇下先，你唔可以話。我踢出去嘅時候咧，依個位咧唔直咯，唔直蹲住。係，好啦，特別你痛嗰度咧，你梗係攣住㗎啦，係咪？我呢邊都係啊，唔直，好硬㗎。哦，咁你呢度咧，千祈唔好咁快搏命去壓啊！我同你講。很多人拉筋拉筋，即係你如果覺得痛的時候再去拉咧，就會點啊撕裂㗎啦，唔該啊，一定會咧，你要自己咧咁樣鬆住鬆住啊，即係摸下佢。你話嗱，我要把你鬆開啦，你要同佢傾下偈先。咁你會感覺到咧啲氣咧慢慢慢慢鬆落去腳板底，咁你先至係可以咧伸直去拉一拉 ，OK。拉一陣咧，又要放鬆佢，又要咁樣捽捽捽啦。因為你時間太長咧，你會係會覺得哇，收唔翻嚟個感覺嘅喎，知唔知道？所以你頭先講嘅問題係我攣住咁樣踢得唔得？係得嘅。OK， 咁但係咧就唔好嘅，你盡量想住咩咧？唔係想呢度，係想你嘅腳踭，你嘅腳踭去踢人哋嘅下巴喎。呢個係一個係啦，唔係話求其咁樣。我想住，想只腳踭好似直啲。啊！你想啊，你話想還想啦，我夠想好有錢啊，想啊，需要一個過程噶嘛，係咪？唔係真係有幫助。想係有一個過程，所以咧，你嘅意念唔好想佢痛，你係想呢個位置咧，用個腳踭去踢佢，咁你咪唔會痛呢度咯。你睇下。嗯。嗱，你嘅意念喺呢度用腳踭踢上去，一啲都唔痛噶。因為我鬆啲喎喺呢度。冇錯啦，所以我希望你哋有咩問題咧，係問。好多人咧，淨係話啊，我睇網嚟學得唔得啊？唉，樣樣嘢睇網，唔使老師啊，老師個職業嗱嗱臨快啲消失咗去最好啦，係咪？唔好喺呢度仲即係喺呢度有呢個職業喺度。大家都冇呢個尊重嘅感覺，又唔想交流啦，咁淨係睇網唔得。你自己嘅眼始終咧都仲係向外睇，未識得向裏邊睇嘅時候咧，老師咧就有一個指引嘅一個即係嗰個指點迷津咧，係需要老師嘅啊。好，老師，我仲有一個問題啊。係。如果咧，即係嗰個收腹咧，即係提肛嘅時候咧，有陣時係咪吸氣嘅時候都係要 keep 住呢度收腹提肛去吸氣噶？因為我想矛盾啊，唔知點樣收咗腹嘅時候又點樣去吸氣？你收腹嘅時候已經吸咗噶咯喎。你已經係吸咗喎，你仲想貪心去吸咩先得㗎？譬如我頭先我一路同你講呢句説話嘅時候，你睇下我道氣咧喺呢度噶，我仲有唔會喺呢度去再吸氣噶啦，喺依度嘅啫，喺呢度俾佢慢慢用，即係你嘅銀你嘅錢咧儲咗翻嚟喺個袋呢度慢慢使，你唔好一下子呼去咗上面去使出嚟，喺呢度慢慢，我一道氣啫嘛，我吸咗一道氣之後，我一路都喺呢度出出出出到依度冇得出啦，放鬆吸。再出 ，OK， 嗯，好啦，仲有七分鐘時間啦喎，咁我哋咧用少少時間咧就温一温呢個第三段呢個位置，之後咧我哋要問問題噶啦啊，咁啊攞獎品嘛，係咪？好啦，咁我哋而家知唔知道我而家係背脊同你哋即係話咧，你好似平時上堂咁跟住我打啊，知唔知道啊 ？OK， 好，預備。切你的右腳，不是你的左腳，左腳之後切右腳，合手，指尖向上，重心坐在右邊，瞓腳，合手，瞓腳，好，穿掌左，上步打掌，打拳，是，扣左腳，擺右腳，向住你哋九點鐘。上左腳，跟住係跳步，前步一二，向你嘅右邊擺合踢腳，轉過嚟沉落去蹬腿入，然之後穿掌一
村長二進步搬難牆，切步打好休息。老師，我可唔可以問一個問題啊？講。那個孫息嗰個左分腳咧，係平時分腳咪係分腳面或者乜嘢嘅？點解嗰下嘢咧係用腳踭好快咁樣劈咗佢咁樣？用個腳踭出嘅就唔係分腳面。你話呢度佢要求係咩啊？要求係分腳面定係勾腳面咧？如果打比賽嘅話，佢有一個規定噶嘛？佢係鋤頭腳出噶嘛，咪學有一下好快咁樣左分腳啊，好快嗰下，然後轉身嘅。哦，快與唔快係自己嘅啫，即係有時啊，你轉身通常咧，你人哋後邊打你，你係咪應該係快去踢腳啊？其實應該快嘅，不過咧，盡量講均勻嘅啫，唔好突然間快到無倫咁樣得啦。你成套嘢都係有一個協調嘅。由於你前面呢度咧係拍腳嘅時候，啪一二擺合蹬，其實應該係一個咁樣嘅均勻嘅速度㗎。係啊，係咪啊？亦唔會話突然間好快㗎嘛。佢嗰個叫左分腳啊，但係咧就佢就係好似鋤頭腳咁。哦，唔緊要啦，好似都係分，因為呢個腳係咁樣分出去嘅，即係成個係直擺性咁樣分嘅，佢冇話蹬嘅，係咪？因為分咧係分腳面啊嘛。前面有兩個已經有兩個分腳，夠鐘啦嚇，想唔想攞禮品？想攞禮品就開始問問題啊！第一個問題是人體五臟六腑中五臟指的是什麼？舉手。哎，阿梅是最快，是講。心肝脾肺腎。哎，叻啦。好，第二條問題啊，要舉手快啊，請大家嚇。臟與腑邊個是屬於陰，邊個是屬於陽啊？啊，阿佩華好快。臟是陰。是。臟是陰。苦咧，系，好，第三条最后一条问题啦，请大家听清楚，手上边咧有几多条阴经脉，几多条阳经脉？一。喂，阿黄老师，黄老师今次好快喎。三条阴，三条阳。啊啊。三条阳。对，很好，不错，好。哇。今天哇，你哋個禮包幾大㗎？講真啊，有十個嗰啲嗰個測試啦，又有呢、這、一個兩盒呢個叫做蓮花清瘟啦嚇，又有啊。不過 Queen 你咁遠，我就送唔到俾你啊嚇，美國咁遠。咁啊有個嗰個口罩側邊嗰個扣啦嚇，咁啊成包喺入邊嘅，咁希望下次咧。大家又爭取攞我哋嘅禮品，其實係多謝大家支持咁呢個活動嘅啫，又多謝呢個飛躍啟德咧一齊即係幫我哋咧係推廣我哋嘅養生同埋太極嘅。好，今日差唔多喺呢度，仲有冇啲問題啊？仲有一分鐘啊！有個阿 Mike 淨係識得咪咪嘴笑，想講嘢就要咁快脆啲喎，係咪啊？哎，呢位新同學，我又想讚下你。咧後邊咧係有一個即係嗱，係啦，呢個戴眼鏡呢個叫咩名啊？阿媽。Anita 媽。馬小姐係咪啊？你好叻喎！我見你咧就新同學嚟㗎嚇，咁同埋咧，我見你咧和會劍皮功已經識打啦喎。雖然地方屋企係比較細啲啦，我見你呢個位置比較細，可能地道大，我唔知啊。即係呢個位置唔係好大，但係你都練到喎。你平時有冇温習翻？問題咧，係你拍手劈嗰陣時喺轉腰嗰個動作，我唔係好 get 到點打。邊度啊？有一個咧，咪轉腰，跟住踢張頸。哦，這個外擺練係咪？嚇，嗰個我唔 get 唔到你點啊？啊，你啊真係插咗我講嗰樣嘢喎，好叻喎！我啱啱想讚你，我話你和位劍皮功練得幾好，你都唔多謝下我，你又問我問題。多謝好啦，問我問題，我答你下嗱，一定由中間呢度向你嘅左或者右去分，個肚呢度盡量唔好亂喐，
去分就得啦。如果呢度亂喐嘅話咧，好容易個腰間盤突出啊！好多人練功咧練得唔好嘅話咧，膝頭骨痛或者係腰間盤突出，咁都係由於呢個地方大家唔係好留意。好，今日哎呀，兩眼呢下嘢踢嘅時候，你睇下，你頭先咧好用力嘅想去踢呢個位置變咗形，唔得，我哋一定係呢個位置唔好變形。去喐其他地方，呢、這個上下嘅接駁位唔好變形，去喐其他位。呢度喐咗啦，嗱、這、呢個咁樣喐咗嘅時候係歪咗嘅咯，啊，一定要把呢、這個坐喺你個腳踭，坐喺腳踭位，肚臍對過嚟我呢度啲，肚臍對過嚟我呢度啲，係，冇錯啦，呢、這個咪冇咁辛苦咯，係啦，我成日都話你哋要真係要。舉手問問題啊！好，今日到呢度，時間到，哈哈，同學再見。我見到你，多謝老師。拜拜。而家快啲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咁夾埋隔離嗰個小鈴鐺咧，就可以有最新嘅影片咧通知大家噶啦～